在具俊晔三月宣布结婚喜讯，新婚夫妻生活相当甜蜜。近日夫妻俩接受杂志专访，除了拍摄亲密合影放闪之外，还进行快问快答，其中被问到以前一起出国会到哪里旅行，大 S 表示因为当时主持的节目都是 live， 因此只能跳比较近的地方东京。而具俊晔在附和时字幕写着10年前，让路网友看到后相当不满，认为他2011年刚与汪小菲结婚不久竟和具俊晔出国旅行，质疑他根本是婚内出轨。对此该杂志事后在 YouTube 发表更正启事解释，听打字幕人员将20年前误植为10年前，特此更正。小编音量开到最大细听，真的是20年 20 years 无误。而大 S 的经纪人也转发此文澄清了大 S 婚内出轨的误会。